不要我出来，家人们，要不要出来？要的，你们打个幺字，我出来给你们，我出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什么亲妹妹啊，是妹妹。要出来吗？今天刚来，对，今天刚来。坏人不要出来，要不要出来，家人们？我给家人们看一下。骂人的人，我没骂你们呀，家人们。咱们以前的家人们，这是咱们之前拍的小的那把刀，我家里面也有。之前拍的是小的那把刀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来给家人们看一下现在的这把。对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刀。两把，我把它这样放，就家人们就看得动了。看到没有？大了一圈，家人们。我给家人们这么去放，看到没有？大了一圈。就砍骨头啥什么东西随便砍啊，家人们，砍这个砍的你们拿去砍骨头，砍的那种大骨头，如果砍坏了给家人们换个新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今天这个不对，哎呀好冷啊。春花露一露你，他们骂我，我不敢出来。我刚刚在旁边吃那个香肠腊肉呢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啊，家人们，给你们试一下这个剪刀哈。看，一刀断。看哈，看到没有？一刀断，这个剪刀很好用的。砍刀特别大，又厚，对，因为这样的话会省力，家人们。之前的话，就是没有那么省力，家人们。你不是易总的妹妹。陈外婆，我就是易总的妹妹。家人们，你看这么大，切菜的刀也好用，是的。对，切菜的，家人们，咱们给家人们讲一下，就是咱们直播间至少。现在直播间至少有1000个人是拍过咱们家的刀的，就是切菜的那个啊，家人们就拿来切素菜，切蔬菜和就是肉的话，冰冻的肉也不要去切，因为冰冻的肉里面有很多的小冰渣，很容易把刀给磨坏。之前已经拍，对，就是因为很多家人们想要，所以说我今天开个直播给家人们也分享分享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骂人的没有道德，没有良心，没关系的，家人们。他的妹妹不是早结婚了吗？他就不能有两个妹妹吗？我就不能有个堂妹啥的吗？对呀，你们都没有堂妹和表妹的吗？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都没有堂妹和表妹的吗？想看吗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不是，也不是什么，就是家人们一个说，两个说，是什么？是我们长期的去相处，慢慢的去接触，然后，是吧？家人们觉得我好，那可能就好，家人们觉得我不好，那我还得去提升，还得去改变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看一下堂妹，她是我们村里面的村花。我靠，我约你出去那么冷吗？哦，这晚上真的是冷，这里我感觉我在冻僵了，确实有点冷。看看，腊肠是盐的还是甜的？有咸的，也有甜的，有广味，管家人们，广味是甜的，然后那个就是川味是咸的，辣的，麻辣的，家人们，两种口味，好不好？这么快就有老婆了？不是老婆，家人们，什么老婆呀？春花咋不露脸？我不敢露啊，
我要问一下你们呀，你们说让我露我就露，你们说不让我出来我就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是别人的前妻，什么呀？我都没结婚呢，你们说什么呀？你还得养，你要别人要娶你，还得过几年才能娶你啊？对呀，我还得过几年呢，家人们。半天还不出来，不是我不想出来，我也很想出来，是你们看嘛，那有个人说人品差，别露了，别出来了，不想看你，不要看，恶心。你看嘛，都不想看你吧，对啊，是不是？都不想看，出来看家人说两句好听的。对呀，我本来就是堂妹，但是你们看嘛，看看认识不？他们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吧，我都没来过这儿，我都很少来这儿。他们肯定不认识你，怎么会认识了？你们要认识那就奇怪了，家人们。对呀，我都没有出来过。想看想看，只有你一个人想看呀，喜喜，只有你一个人想看呀，他们又不想看，看你有什么用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想看，不想看就，这个女人在说谎。你什么在说谎？我说啥了呀？你先想想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说错了的？我想一下哈。这有个人说他认识我。咱们是不是有我们咱们村里面的呀？应该是。是不是有咱村里面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是不是咱们村里面的？对不对？对，香肠还是原来的那个香肠，腊肉还是原来的那个腊肉，价格也不变，啊，就只是福利品给家人们上，就是福利品。反正你们去拍，别人39、49的，你们去对比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自己去对比。我知道这几天可能会节奏比较大，但是没关系，咱们一点一点的走，路一点一点的走，一步一步的走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就你拍回家以后，把它放在冰冻里面，拍了香肠，感谢珍惜。就你们拍了香肠，拍了腊肉，你们收到货以后把它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解冻，基本上就是你放一年也不会变质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小圆子拍了，感谢家人们的认可和支持。过去的事情，家人们，咱们过去的事情，说实话，咱们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，因为有些东西，其实我也不想太多的去回应，就这样优雅的退场，真的，家人们，优雅退场比什么都好，就是我不想像别人一样，啊，分个手，在互联网上骂来骂去，一骂一年两年的那种，我不想去搞。是吧，就是今天你骂我明天我骂你，我们不要去那么去搞，就是优雅的退场，对吧？没事，咱们一点点的去做，咱们一点点的去努力，刀坏了你们联系客服，家人们，就是李诗英，你联系客服，我都会给家人们去处理好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客服也会很就是耐心的给家人们去处理，该换换，该退退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感谢风清姐，感谢风清姐，大家没给风清姐点点关注的，咱们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该骂没关系，咱们没做好，你们觉得我没做好的，对吧？咱们也接受批评，咱们也去努力，是吧？这么快就找了一个春花，我找个春花不好吧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找个春花不好吗？咱们没有拍刀的，家人们，咱们没有拍刀的，咱们去左下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这么大的一把刀，家人们，这么大，外面，你们去外边的，这把砍刀得100多米，家人们，这你看我这种家里面用的，还切香肠，切腊肉，切香肠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邓家刀好用，对对对，咱们直播间拍过的，家人们。知道好用，好不好？拍过的都知道好用，家人们买来要送朋友的，送亲戚，送朋友的，送刀等于送财，对不对？寓意也非常好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刀好用，对吧？这么快又找了新欢，我妹妹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妹妹，我妹妹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我妹妹今天来我家玩，在家里帮我妈做饭。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。对我妹妹，对我妹妹，不然怎么大晚上的在家里面，在对我堂妹，她我们家挨得很近。我说我们堂妹是我们家春花，也不过分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家的人肯定要夸一下嘛。我妹妹不可以是春花吗，家人们？像你吗？什么？他们说我像不像你？你不像我呀。糖。我这么胖，你那么瘦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糖嘛，长得一般都不怎么像吧。我年纪比他大，对吧？有的人会当真。认认真真的说，认认真真的说。刚刚我们也没开玩笑啊。认认真真的说，认认真真的说，家人。刚刚我们认认真真的给家人们说啊，我们一直说的是妹妹呀、啊。你不是说他爸爸开玩笑的，家人们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就很多人说是我小三，咱也不去解释啊，咱也不去解释，对不对？咱现在也是单身，哪怕我现在处个对象也合理，对不对？怎么联系客服？就是你们现在去点这里面，点这个右下角小黄车就能联系，家人们，就能联系。如果需要我辅助，你们给我发消息，我帮忙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你们在我这里拍得到，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啊，家人们？有什么问题，我会给家人们及时的去处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现在处对象就有点，我短时间不会去处对象的，家人们，短时间不会去处。这个你们不要去太多的去担心，你把感情当儿戏。明天给家人们发，今天拍，明天发，家人们，今天拍，明天发。不要理这些没事，没事的，家人们，没事的，因为现在很多时候，家人们还没有走出来，我现在也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在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往这个方向去走。我相信粉丝家人们也会一点一点的慢慢慢慢的退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现在很多理解不了，我相信慢慢也会去理解的，因为有些东西我现在我也没办法去讲，讲再多也没用，我认为讲再多也没用，大家看以后我怎么去做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咱们不要去提这些事情了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要去提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过去的事情过去吧，就不说那些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了，家人们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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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让它过去吧，好不好？咱们也花时间去调整，对该翻篇的让它翻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翻篇。你们是我的铁粉，等你们来乐山玩，咱们见面聊，好不好？就是慢慢去闹，为什么会现在这样，我也会去讲，咱去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因为现在你们理解不了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小易的日子不好过呀，没关系，咱有内心的承受力，咱们一点一点的往前走，虽然很艰难，但是工作仍要继续，是不是？咱们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虽然有节奏，但没关系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大家都是看热闹的，没事，家人们，没关系。你先把你，咱们再给家人们分享一下香肠辣。哦，又冷了，现在这个冷的太快了。这样吧，你先下，那就下了，到时候我重新弄。咱们没有拍的香肠，等一下，香肠没有拍的，家人们，全是上跟之前的香肠一样的，家人们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。
香肠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再给家人们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半肥，一半瘦，咱们不要去提，家人们。我们第一，我不是没有内心的承受力，家人们，这是香肠，一半肥，一半瘦，肥肉相间啊，肥而不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拍的，咱们赶紧去拍。以后一个月就给家人们上个一次两次，好不好？